狗圈出名的小短腿柯基犬有哪些冷知识你知道吗？一，柯基是一只喜欢咬脚后跟的牧牛犬，早在十世纪，柯基犬就被当作牧牛犬来饲养。面对高大壮实的牛，腿短的柯基只能通过咬牛的后脚跟来驱赶牛群，让牛听话。久而久之，喜欢咬脚后跟变成了柯基犬的一个特点，遗传了下来。如今，当成宠物犬的柯基也喜欢咬主人脚后跟或者扯主人的裤腿。二，腿短基因强大，不少人被柯基的小短腿萌化。但是你知道柯基的小短腿基因有多强大吗？和其他狗狗混血，毛色、长相都可以不要，腿短必须保留。三，天生易胖还贪吃，嘴馋贪吃又玻璃胃的柯基容易长胖，加上有遗传性髋关节发育不良，饮食不当或者太胖容易使狗狗腿、脊椎和肠胃有疾病。所以宠主们要给小柯基注意饮食，利用低脂避免肥胖，平时可以给狗狗喂些钙片，多出去晒晒太阳，呵护关节，强健骨骼。有拆家癖好，柯基有撕咬东西的癖好，幼犬的时候特别顽皮，喜欢啃咬家具、撕东西，主人要及时制止，防止柯基变本加厉。多和狗狗进行一些互动训练，边训练边奖励零食，让狗狗变得乖巧些。五，脾气倔，脾气倔的柯基分分钟可以气死主人。虽说柯基智商也不低，学技能应该很快就学会，但是它脾气倔，没有小零食就是不想学，再怎么教都不学。六，掉毛严重，它所到之处皆是毛。作为掉毛大户的柯基犬，需要主人每天梳毛，还要清淡饮食来缓解掉毛情况。推荐高蛋白、低脂肪、含深海鱼油和海带粉的狗粮，可以缓解狗狗掉毛情况。七，运动量大，在家到处窜，一出门就撒欢跑，天天精力旺盛，需要主人每天带出去消耗体力，玩疯起来拉都拉不住。这样的柯基犬你爱了吗？学到的老铁记得点赞关注我。